你干嘛？你要去哪？我要去厕所。那我要去。我要去。我不想去了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看起来都怪怪的。你问他。艾莉。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小杰在学校有点问题啊。学校？学校发生什么事？就是协调会以后啊，小杰原本班上的同学就开始找他麻烦，就开始欺负他，他就被迫转到新的班级啊，转到新的班级也没有比较好一点，新班级的同学也开始欺负他，也开始找他麻烦。同学爸爸妈妈甚至还威胁说，只要小杰在班上，他们就不去上学，他们就要罢课。小杰就这样不敢去上学啦、啊，他甚至还有可能被迫转学吧。小杰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样会不会太离谱了？我还以为协调会之后学校会得到教训，没想到反而还变本加厉哦。小杰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很容易处理的。我先打个电话跟你妈商量一下。等一下。不要打电话给我妈。为什么？我还没跟她说。这么重要的事都不先跟妈妈说的。好，小杰，来，把你在学校发生的状况通通告诉我，我再写一篇报道登在报纸上面。我不要你帮我写报道。为什么？我不希望我室友上报。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小杰，我是在帮你。帮我？还是帮你自己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希望我是要登上报，让我爸妈可以大吵一架，最好是可以吵离婚，那你就可以。我就可以怎样啊？你自己知道可以怎样。你说，我就可以怎样啊？你就可以接近我妈。说什么啊？你就可以接近我吗？小杰，小朋友，你最好当心你说的每一句话哦。我说的实话。小杰，说话负责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不要打了！哎，说话负责任的，走开，走开呀！小杰，走开呀！你都一样。表面上是要帮我，都是为你们自己。你自己说我无聊，干嘛偏要让你有聊啊？你要冒险就冒险啊！你是要北漂啊？你自己走走，根本没有分到国中啊！你只想解决我妈咪。给我坐好！
前我和张老师的事情，我爸和我妈每天吵个不停，还差点要离婚。协调会之后，他们终于平静下来，感情好一点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他们要是知道我要转班、要转学的事之后，因为开始每天吵架，又要闹离婚，所以如果真的要帮我，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好，就让我安安静静转学，让同学回来上课，让彭老师可以继续教书。让我爸和我妈可以好好在一起。谢谢。去哪？我要去民生东路。上来吧。不用了啦。没关系，我送你。民生东路四段十八巷九弄十九号。这住址有点熟。谢振杰的家。你要去谢振杰家？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找不到谢振杰，而且我一整天都联络不到他爸妈。
我以前也常找不到谢振杰，更联络不到他爸妈，这是他们家的特色。你笑话很冷。冷笑话，对不起。不过这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或许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可是今天谢振杰突然间说他要转学，我觉得这个决定做得太草率了。我应该跟他们当面好好的聊一聊。你该不会是要劝谢振杰留下来不要转学吧？所以你真的是要劝谢振杰留下来不要转学？笑什么？你这样还叫没笑什么？我笑是因为觉得我自己了不起。为什么？我载着你去找谢振杰的爸妈，让你们搞串联来反对我。高级的民主素养，真了不起。坐坐坐，我之前有打电话来过，那因为你们家一整天都没有人接电话，所以我就很冒昧的自己跑过来了。老师今天怎么会有空过来啊？我应该来一趟的。是这样，我虽然知道谢振杰在班上跟同学相处的不是很好，甚至是有一点互相排挤。谢振杰跟同学互相排挤？可是我今天听说你们都同意谢振杰转学，我又觉得这个决定好像有点太突然了。谢振杰要转学？您不知道吗？今天学校怎么样啊？今天学校很好啊。有多好啊？就很好啊。老师问问题，只有我会啊。而且我上课都没有打瞌睡。你还要骗我们骗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你到底要骗我们骗到什么时候？方老师今天来家里了，他说你已经转班了。我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？你是不是偷拿你爸爸的章去盖的？
没有啊。彭老师还说你要转学，你是偷拿宝宝的章去盖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啊。你真厉害啊，跟我们说学校一切都没事，都很好，骗我们，然后又偷拿我的章，说我同意你转班转学，骗学校。你这样两头骗来骗去，是谁教你的？啊？你还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骗到什么时候？爸爸，不要打小孩，不要打孩子了。他骗我们骗学校是他不对，可是不可以打小孩啊？反正我家老师没有事，他还要他转班转学，这学校太奇怪了。快进去了。还说什么呢？他章都盖了，去找个学校让他转出去吧。转出去？犯错将老师留下来，现在你要转出去？这什么离谱的教育体制啊！你又来了，又提什么教育体制？哎，你再吵下去闹下去，所有的事情再重来一次。谢振杰他还要不要读书了？我没有要吵，我也没有要闹，我根本也要从前事情再来一遍。谢振杰当然要读书，可是绝对不是在这种体制下读书。你真是会挑时间，还有一个月学测了，你现在在跟我谈什么？什么教育体制、教育制度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离学测只有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要学校辅导下去，就要谢振杰继续在学校里面？就怎么样？再找记者来，小杰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你找记者来，他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好啊，你了不起，你 OK， 你100分啊，你赢了。结果呢？小姐惨了啦。反正这次就是照我的话去做。我的国三好像 CD 跳针，一直重复一段歌词，一直一直一直重复一段其实写得很烂的烂歌词。秋蟹，你现在有没有空？秋蟹，小姐，我有截稿压力呀。我也有截稿压力啊。啊，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写一篇文章。写什么文章？还是谢振杰，还是李元国中。这次又怎么了吗？这次谢振杰被全校的老师、同学，还有同学的家长一起排挤，他们不但逼他转班，还逼他转学。我觉得李元国中真的是一次比一次更过分。所以你们要打仗？对，我们要打仗。那你老公同意吗？他当然不会同意啦。他碰到这种事情啊，总是畏首畏尾的，才是最大的共犯结构。你们要吵架？对，我们又吵架了。哎呀，不要谈他了啦。你要怎么写这个文章啊？这里所有的资料我都帮你收起来了，需不需要我先说一遍给你听？
其实我也有一份详细的资料。你怎么会有详细资料？昨天晚上谢正杰来找过我，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想打给你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给我呢？是小杰坚持的。什么？他也说这次希望我不要再帮他写稿。为什么？他怕万一你和你老公知道这件事之后又会大吵。他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好好的相处，好好的在一起，不要再为他而吵架。其实他会转班会转学也是希望同学不要再罢课，能够继续上课，彭老师也不会被家长为难。其实他一直在为你们想，为老师想，为同学想，可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替他想。好了，我向你诚实，当我一听到小杰学校又有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又有机会可以帮你了。那你呢？你今天要我帮你写这篇稿子，我不知道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还是为了小杰。我只知道我们一直都没有替小杰想，包括你、你老公还有我。当然站在记者的立场，我觉得这篇稿子一定要写，可是站在朋友的立场，我的建议是你和你老公必须好好的谈一谈，而且你们两个必须确定知道小杰他想要的是什么。上午去找了秋蟹，想请他帮你再写一篇文章。秋蟹跟我说了你们昨天去找他的事情，他也说了你为什么要转学，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们你要转学。我们一直没有跟你好好谈过，一直都是我们在帮你想，我们要你跟着我们做这个做那个。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，
只想到我们觉得对的，想到我们觉得应该做的，可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你，你想要什么？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什么啊，我只是想开开心心的读书，考不上第一志愿我也没关系啊，只要开心就好了。你开心，我开心，爸爸也开心啊。只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我做错了，好像永远都是会把事情搞砸一样。我没有办法开心的读书，老师不开心，同学不开心，同学的家长也不开心啊。现在你跟爸爸也不开心，又开始吵架了。我想要的好像都是错的一样。你想要的都没有错，没关系，我们起来想办法解决所有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还是听你的，赶快帮他找个学校，让他安顿下来，专心念书吧。你怎么会突然改变立场？你会跟改变你的立场吗？不会。我知道你不会啊。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改变的话，就会一直吵下去。这不是小杰要的。而且，我们继续这样吵，问题还是在那里啊。总是要想个办法把事情解决才是。嗯，好，那明天我就带小杰去找个新的学校。嗯，你就不要睡这里了吧，让孩子看见以为我们还在吵架。嗯，喂，孙主任，我是县县堂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谢志杰的爸爸，之前跟你约过哈，我们会准时到。哎，好，待会见。我们去看看新的学校，记得要表现好一点，知道吗？嗯，没有问题的了，只不过是换个学校罢了。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谢同学的成绩资料，成绩很不错，但是超勤成绩上面记了一个大过，又消掉了。
只是我想了解一下，这个记了又消的大过，是不是文载学的原因？多少有点关系了。你们可以说明一下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简单的说，这个大过是在之前那个学校啊，因为谢振杰他兼具老师课后补习，所以那个老师啊要报复谢振杰，坚持要记谢振杰的大过，后来查明事情，这个错误啊在老师身上，所以这个大过就记了又消了。那这个事情之后呢，谢振杰跟老师还有同学之间的相处啊，就总是有点，就有点那个，有点嫌隙是吧？哎，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继续的相处了。那在这种气氛之下啊，那我是担心影响小朋友他的学习，还有他要准备学测嘛，所以才想到让他转学这样子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有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谢振杰就可以转过来了。我在想，还剩一个多月时间就要学测了，这个时候转学时间点上并不是很恰当。你知道李仁国中的教材跟我们学校不一样，他们用的是南一版，我们则是开放老师自己用自己的版本。如果转过来，可能所有的教科书都要重新买过，而且教学进度的衔接上面也会有点落差。教科书的问题是小问题了。还有新老师教学的方法你是知道的，要适应新老师的教法不是一蹴可成，恐怕会对他产生学习障碍。谢振杰还挺聪明的，我想适应环境啊，适应这个新教法也不是什么问题了。还有同学相处的问题，你知道现在转学过来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有朋友就没有一起讨论的机会，这也会对他产生学习障碍。这个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？谢先生，左一个小问题，右一个小问题，我们总不希望学测前夕发生什么大问题吧？这个学校才是有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学校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大国是在之前的学校，因为检举老师课后补习，所以跟老师还有同学之间呢有点不和。我是担心影响到小朋友他准备学测，所以才想让他转学。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的为难。什么事情？关于他检举老师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他这样的行为，我担心他会影响到我们学校学生上课的情绪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学校的升学率一向非常的高。如果收了这样的学生，我担心以后会有问题。
所以，哼，没关系。慧慧转了你这个学校，我们会再多考虑考虑。找到一个好学校的。好，我是赵鲁浩。小姐啊，鲁浩来了。进来。哎，小姐，这是张老师的讲义，说过我会拿给你的吗？谁啊？运气好的话，又升上同一间高中，这样子我们两个又可以重新开始当好朋友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不是好朋友吗？不是啦，只是最近真的很多事情都很讨厌啊。啊，我也不会讲啊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学校找到了吗？你要转去哪一间？有很多间学校可以选啊，我跟我爸来看啊，看哪间学校比较好啊。对啊，有很多间学校可以选。再去其他几家学校看看，不过这一次啊，不能再说你检举老师补习，还是说跟学校相处的不好，不然呢，他们都很刁难。要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其他的说法。哎，就说我们搬家好不好？搬到小阿姨那边不错，就说我们搬家，所以才转学。好啊，那就说我们搬家，所以才转学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想转学过来呢？因为搬家。真的是因为搬家吗？
当然是因为搬家。谢正杰，你可以老实说没有问题。因为搬家。其实我和李仁生教组长也认识。李仁之前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我也都知道，我们还通过电话。我能了解你们退出搬家的原因。如果是我的小孩在学校里发生那么大事情，我也是不会想让外人知道的。那谢先生，我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以后如果别人问起，就说是搬家。谢正杰，以后如果别人问起的话，你要说什么呢？搬家。谢正杰，你要了解你爸的用心，因为这样说才不会引起别的老师或是父母的反弹。所以你回家之后就对自己一直说，我是因为搬家才转学的，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习惯，就不会说溜了嘴，知道吗？嗯。谢谢，那就不送了。谢谢。加油。买一套新制服呢？啊，爸爸，你们今天学校怎么不顺便帮小杰买一套新制服啊？怎么不帮小杰买套制服呢？小杰有学校念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了。真的没什么？可是以后我们都要跟别人说谎，小杰转学是因为我们搬家了。原来我们家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。想这么多了，左转啊！我们不去新学校。你又开回李仁？对啊，我回李仁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搬家，我们没有做见不得人事，我们不必说谎，我们也不必第四假期的转学。我们上学去。
说谎，就是我说谎。骗你！我讨厌你们，我讨厌你。